给你配备了最好的特工装备。那你好好的不在泰国做生意，跑到香港是什么境界？我是应该叫你游艇，还是叫你游艇警官呢？你他妈！你大哥是位龙山少爷，出了危险是先保护我呢，先保护他。哎，亮子，哎，找死也不挑个干净地方。小周，你这是什么意思？凭你提供的材料，我相信大陆警方不会同意对你实施保护计划。那你是太不了解大陆警方了，我是投案组的时候是头等的保护对象，你们应该是联合体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直接去问大陆警方。我希望你密切和我配合，这里是我的管辖范围。香港都快要回归了，将来不都是社会主义的管辖范围吗？你最好放聪明点，按照我们的计划办事，否则你死无葬身之地。Francis here. Who are you? 三叔，我是魏博。魏博，你说。我大哥回来了，但是好像很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他带回来一男一女。凭我的经验，
我觉得他俩肯定是条子。嗯？啊，男的叫韩卫东，大陆人；女的叫安妮，新加坡人。他们俩竟然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大哥，想出陈彪的重围。嗯，说下去。光凭功夫不错，不能断定他们就是警察呀。三叔，问题是大哥看到他俩眼光躲躲闪闪的，有些害怕。我大哥从来就是一指气势，非常霸道，真的是非常可怕。嗯，有道理。三叔，现在陈彪还有侯爷的枪口都瞄准着我们，如果不及早解除这个后患，我们魏家在香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三叔，我这不是给您打电话汇报，让您指点迷津吗？好，你出个点子吧，只要能保住我们的生意，我支持你。是，三叔。拜拜，三叔。是你二哥的鬼，铁柱，难得你这么铁心，我魏普认你这个兄弟了。只要我有出头之日，我一定会重用你的。谢谢二哥。只要你心里明白，以后我会吩咐你怎么做的。是。好的，谢谢。什么事？查到了，昨天那个电话是西贡油站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打来的。哦，密切注意这类电话，我需要知道他们具体的地点和地址。啊，你好，现在已查明和陈彪生意来往频繁的亨源威力公司的背景，这是全部资料。好，辛苦了，小吴，你现在马上通知香港总部。我要求马上知道陈彪和四轮帮的所有商业资料。是。现在看来，香港警方是跟咱们过不去了。您这口气就咽了，这不是您个人面子的事儿。大哥，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咱龙源集团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我陆生在江湖闯荡这几十年了，什么风雨我没经历过，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大哥，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阿婆，如果我有了三长两短，咱们魏家不是还有你吗？大哥，
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在美国哈佛毕业，为了大哥，我放弃了国外的发展，跟随大哥在道上混。我只是担心大哥，大哥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您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份产业将衰败滑落，我又没什么本事。你们这些人的适应能力比我强100倍。我听说陈彪已经在家里设了灵堂，他是生怕他亲哥哥不死啊。大哥，陈彪设的灵堂是为何三拐设的。再说，有消息说陈雄要在大陆被枪毙，事如人愿还不好吗？阿婆，只要你不亏待义凤，我可以让你管几年。如果这次我牢狱之苦躲不过去的话，大哥，您别说气话，您是洪福齐天，不过咱得从长计议。我只是觉得这俩男女有些稀罕。您看那女的，东张西望。做保镖的嘛，不熟悉地形能行吗？这叫职业特点。可是我知道陈彪正在找他俩，叫他们俩保护义凤，那不是惹祸上身，引火自焚吗？你少废话，以后这种不吉利的话少说。是大哥，目前这一切我自有安排。我想龙爷也一定想找我聊聊。是是是，我也想知道龙爷为什么把我和安妮安排给你女儿做保镖，用意在哪儿呢？兄弟，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没问题。兄弟，我已经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这个家族实在是充满了太多的血腥气，可我唯一担心的是我的女儿。我之所以表示合作，是投诚，对吧？对对，是投诚。我之所以要投诚，也就是为了我这唯一的掌上明珠。兄弟，我这么说你不嫌我啰嗦吗？不不，没有，往下说。我的女儿16岁那年，她的母亲和她的哥哥被我的冤家对头杀死了。恐怕不是什么冤家对头，是那个叫侯爷的人。对对对，兄弟不愧是干这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愧对我的女儿。我曾经对着王妻发誓，我就是倾家荡产赴汤蹈火也要保住我的女儿。我觉得你和安妮能够实现我的誓言。您要清楚，我和安妮来这儿并不是来实现你的誓言。明白，明白。我会让阿普通知美国，跟他们终止联系。哈，这样做虽然显得有点被动，可是不会引起对方的疑心呢。没问题，我可以等。哎，你刚才说这个家庭里充满了血腥气，我也有预感。兄
当心你的堂弟。打扰了。阿伟东，老大在吗？在。你到里边干什么？我到里边去，需要向你汇报吗？你怎么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你觉着我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和你说话更合适？阿伟东，你也太放肆了吧！在我心里，只有老大和大小姐。以后和我说话，一定要学会客气，明白吗？闹什么？成何体统？这毕竟是在我的家里。韩卫东，阿普可是我的一脉同宗啊。保镖的眼里，他只有一个主人。爸，怎么不谈了？其实爸爸这一生最幸福的就是听你弹琴。好啊，那我就天天弹琴给你听。好啊。哎，一凡，其实你没有必要去沙龙。如果你能定下心来听我弹琴呐，我就不去沙龙了。你需要知音。如果演员没有观众的话，那就不是演员了。嗯。爸爸，其实你不用担心我的，陈彪他不敢对我怎么样。话是这么说，他最近有和你联络吗？自从上次献花事件发生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沙龙了，我没有办法跟他联络的。电话是很方便的呀。每次电话都是二叔听的，他不同意，我是没有办法接电话的。一凡，这么说，你还是愿意接到他的电话？我不知道爸爸和他之间有什么过节。但是我小的时候常听爸爸说我跟彪哥是一对，虽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现在我知道他确实对我很好。好了好了，别说了啊，你今天晚上在沙龙重新出现，爸爸一定要好好安排安排，不仅仅是为了你的安全，还有咱们魏家的声望。该通知我的朋友了。明白。
喂，大哥，一个女人找你。喂。晚上九点，西贡白石码头，有人和你见面。什么人？你是谁呀？我是美丽淫荡的小精灵。爸爸，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韩伟德，把小姐送到沙龙去。好。大小姐，请吧。大哥，怎么了？一帮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居然也不把我龙山放在眼里。阿婆，备车。九点钟，西贡白石码头。到白石码头最快要半个小时督查。万一发出火拼，媒体曝光，上头怪罪下来。阿婆，你不用去了，出发。知道了，要密切注意现场。我方对我们不利，会暴露行踪。侯爷，我们已经到位置点上了。有情况及时报告。是。不许惊动警察。是。明白了，副督察，请你多给我十分钟，好吗？一号，程彪手下没有动静。程彪10:30开车去了浅水湾。什么人也没有。看看那条船。是。哎呀！没有人，没有人。
大哥，是条空船。爽我！十分钟已到，我们要采取行动。是不是有人在耍我们？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再等十分钟。一号，部里同意你的方案。是，谢谢部里支持。取消这次行动。取消行动？对，我认为这是一个圈套。这只是你的猜测。我提醒你，这里是香港，不是大陆。万一发生帮派火拼，我们放弃阻止，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和总部已经取得了联系，而且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分析，不会错的。可以，但有了问题你得承担。我以雷霆行动中国行动小组组长的身份来承担今天晚上发生的任何意外的责任。两次电话都不可能是程彪主使的，程彪的人到现在还是毫无动静，火拼是不可能的，只有可能是和谁见面。那么我认为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冒一次险，因为我们布控已经来不及了。但愿如此。好吧，我取消行动。谢谢你，秃头长。这不是谢的问题，按程序我要备案，如果发生意外，依法追究你的责任。 OK， 秃头长，作为一个警察，永远都承担责任，香港也一样，对不对？原地待命，加强白石码头外围的巡逻，还有潜水湾一带。是。是。喂，侯爷，是，没有动静，一切正常。一切正常，那就按正常计划。是。回去吧，走。所料，陈彪的手下没有任何动静。我担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白石码头。知道了。督察，龙山的车离开了白石码头。解除警报。Yes, sir。
么？要走了？嗯，不让我走啊。我们在一起快半年了吧？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到底和侯爷是什么关系？什么也不是。那你是谁？你认识的这个女人叫叶云，那我就是叶云。跟侯爷关系？什么？好，我给你钱。No， 你付不起。那我凭什么接受这不知人还是鬼的家伙调遣？问得好。也是钱。他妈的，他也太故弄玄虚了吧？没这个必要吧？大 case 有大 case 的操作程序，现在所有生意都停下来了，这说明什么呢？大 case 前的沉默，而且龙沙很有可能和警方取得联系，否则他不敢回香港。那我就把龙沙给做了，省得他像眼中钉一样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一了百了。可是这个大 case， 龙沙先参与了。那我就把他抓回来，撬开他的嘴。怎么了？不可以。是你不可以，还是侯爷不可以？侯爷可是场面上的人物，大凡这样的人都喜欢玩摸捉老鼠的游戏。谁叫你当初摆不平你大哥，让龙山占了个先？现在我是老大。也许你是想借大陆的手送你哥上西天，栽赃到龙山头上。可是不管大陆还是香港，两地都可以除掉龙山。没想到龙山比你城府深，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还给侯爷带来麻烦。聪明，说的没错。陈雄是我哥哥，怎么样了？他这些年的风光他已经忘了，我是他弟弟了。他忘了他有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一起拼杀的，我赌的是命。可他无缘无故就把他卖给太平洋联盟了，什么意思？我怎么做？这些内幕侯爷知道吗？就像我不知道侯爷的内幕一样。也许你有理由，侯爷也许没理由。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要惩罚你，还是我为你说停担保。为我说情，你去问问，我陈彪在龙山手底下做事的时候，满香港谁知道狗屁侯爷？我也奇怪了。我自认为我陈彪在香港黑白两道认识不少人，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还有个侯爷？你可以认为他是个虚设的神话人物，但他确实无所不在。太平洋联盟之所以有时无形，那实在是神的力量。我看你是迷得不轻啊。不过我看在你今天跟我的情分上，我愿意相信你。我希望你去告诉他，就说有机会我想拜访他，如果有大 case 的话，让他跟我一起做。 OK？ 侯爷肯定不喜欢你这种说话方式。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是你跟他联络。不过我还要看看我对你的兴趣会有多久。
看来这是侯爷给你的警告，下一次你就不会这么幸运了。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你总会知道明枪与暗箭的关系吧。算了，阿彪，陪我去听听音乐，看看你过去那位可爱的钢琴天使。我不去。去吧，阿彪，也许到了那里，你能找回自尊。这年头烧烧香，不是什么坏事。
那这位小姐是？我叫 Annie。 哦，你也是海南？我是新加坡人。我不在的时候，谁同意你和美国康寿公司联系？大哥，我不在的时候，我们不也在做生意吗？这个只不过是一桩正常生意。懂个屁！马上终止这笔生意。收到过其他传真吗？收到。快去！是韩卫东和何良的审讯记录。小姐。农业对自己的安全比我们更清楚。啊！密切注意他的行动，及时向我汇报。我在侯爷面前处处替你开脱，你倒好，处处给我留一手。就像你这双纤细而柔嫩的小手一样，谁能想象他竟然是个杀人凶手？这是送给您的。给我的？看来小姐满怀心事啊。你和龙山之间必有一家出了内奸。